部落旅行去，北南山海滋味齐聚，父子一心复刻传统，狩猎便当创意变身，部落妇女创生双赢。我们当初雇用的工作人员就是基本上就是比较弱势的。剥皮辣椒手工限量，祖传酱汁打响名号，花东唯一近百年酱油，三代接手传承经典。很辛苦做到现在，其实到我大学的时候，花莲几乎已经没有其他酱油厂了。更多精彩内容，致富时代本周六日2点钟掌握乐活消费大小事。